卡梅尔米逊酒店位于加州卡梅尔小镇，是您休闲与居住的理想之所。酒店四周花园环绕，客房舒适、精致且独具特色。酒店配有游泳池，供尊贵的客人们使用。店内餐厅提供丰盛的早晚餐和各种酒水饮料。出了酒店后门就是卡梅尔风情的 Barnyard 购物村，这里有各种古董和名品商店，如 Coach、 Tiffany 珠宝商店等。无论您想参观博物馆、看画廊、享受休闲 SPA 等等，卡梅尔小镇都是最理想的地方。小镇的特色餐馆鳞次栉比，从酒店只需走几分钟就能品尝到世界一流的海鲜大餐和世界各地的风味小吃。蒙特雷半岛盛产葡萄酒，卡梅尔小镇更以其酒庄之旅和品酒活动而闻名。闻名遐迩的朱利安酒庄坐落在群山环绕、花团锦簇的卡梅尔山谷，它是一座欧洲风格的美丽酒庄，是您品酒的理想之所。如果您爱打高尔夫球，我们附近有世界著名的 Pebble Beach 高尔夫球场和 Rancho Cañada 高尔夫球场。 Rancho Cañada 高尔夫球场以其先进的高尔夫球运动和比赛设施以及私人宴会厅而广受欢迎，许多大型的高尔夫球比赛都在这里举行。17英里也是卡梅尔的必去之地，黄金海岸上的风景如诗如画，不容错过。世界知名的 Pebble Beach 高尔夫球场也正坐落于此。蒙特雷水族馆是又一举世闻名的景点，可爱的海龟、各种美丽的深海鱼和其他独一无二的海洋生物定会让您流连忘返。 Big Sur 是蒙特雷海湾最美的景点，群山、悬崖、奇石、海浪让人叹为观止。 Point Lobos 州立自然保护区是登山观景的最佳之地，五金人小屋是位于 Point Lobos 自然保护区的又一个景点。这曾是19世纪50年代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渔民居住的小屋。卡梅尔的白沙滩同样不容错过，坐在美丽的白沙滩上，微风轻拂，白沙从指尖划过，会令您心旷神怡。我们热忱期盼和欢迎您的到来，期待为您的卡梅尔之旅留下难忘的美好记忆。